修理厂修理的地方哈，它以前最早期是实体棉矿，延庆啊，你讲延庆前他们那里那个皮西线是他们开的哦，后来才跟铁路局在合并的哦。啊，他们是自己开，连公路那天从按九顶啊，跟这个十分寮拢是因拢家开的哦。路加迄个拢。哎，对对，铁路啊，因家开的。财力很雄厚。哎、欸，对啊。台北客运就是他们。哎、欸，对，以前早期。这个就是平溪线的修理厂，本来是在三貂岭，最早它是开到三貂岭，这个是后来以后才开到活动，活动以后，然后现在又到瑞芳，现在又到八斗子那边了，哦，八斗子这个月他们的月台又开始了，对不对？哦，那个海科馆那边，深澳线啊，那还有深澳线的海科馆，哦。哦，这个就是他们以前修理的地方哈，这个就是平溪线哈，那个水塔有没有以前那个以前的煤矿煤以前的车子是要加水加煤的哈，加水加土团哈。对呀、啊，我有，你是不是台新银行那个玫瑰伞？哦